你自私冷漠，枉为妻，知恩不报，枉为人。你的家人是家人，别的家人也是家人。你就是一个长工，在你们家干了这么些年，也有退休的时候。你就是一个长工，住了院，老板多买点东西去看看他，照顾岳父岳母，养育你的兄弟姐妹，养完了你的兄弟姐妹，还要养你兄弟姐妹的妹妹，换来的是什么？把我冷漠的置之在冷冰冰的手术台上，活脱脱的一家子的吃人不吐骨头的白眼狼，无情的利用，冷漠的伤害。视频中这个惹的涂磊老师瞬间破防，完全不顾在录着节目，当着全国电视机观众面前破口大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事还得要从小姑子那里说起。忙去，忙什么？跟你二哥，你这不误解我？你把我二哥害成这样，你让他孝敬一下吗？啊，哎呀，你别这样，可说呀。那个，您看您能不能别给大姐一个机会跟您？给什么机会啊？我跟你说，他们狼狈为奸，把我二哥害成现在这样了，让他好好的孝敬孝敬吧。看到小姑子情绪异常激动，直呼女主人公万大姐一家把自己二哥害得太惨了。可万大姐却口口声声说这都是误会，这其中发生了什么？我二哥对你们一边吧，他真是成了奴隶了，你知道吗？你别跟我说这个，我跟你说，他把我们这一家都给毁了。我们对他什么样，他自己心里知道。大姐说是有误会的，我有什么误会啊？他这几个妹妹跟狼似的，把我二哥给害的。万大姐一家跟狼似的，三十多年来根本就把小姑子二哥当奴隶一样对待。事实真的如小姑子说的那样吗？于是万大姐找到节目组，帮忙解决一下问题。觉得从中都是误会，可万大姐和小姑子一上台就破口对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今天请你来是让你来帮助来说，你瞧瞧，你们瞧瞧，现在你他平时的态度就是这样，你还想复合，你知道也没有。小姑子二哥一家上有老下有小，家里还有哥哥和妹妹，和万大姐重新复婚本来就是一件好事，可为什么小姑子处处阻挠呢？小姑子说出了真相。我二哥对你们家，从你妹妹上学，你妹妹的孩子在你们家上学，你把他们招来了，你上班走了，一天一天我二哥伺候吃饭洗衣服，他是男人，你干嘛去了？我跟你二哥认识的时候，我跟你二哥提前说好了。他对你这样，你对他有什么回报？小姑子表示，自己二哥从小在家就是什么都不用他干，在家里就是当大爷一样。可自从三十多年前和万大姐结婚后，全心全意对万大姐一家人，可却换来的是无情的利用。他就特别自私。我跟您说啊，从小我三岁，我二哥八岁。没有了父亲，我妈妈带着我们，真是孤儿寡母的，真是需要，也是你需要照顾你的父母，为什么你不照顾我们家呢？万大姐还一边在解释，这些都是当初小姑子二哥答应自己的，所以照顾自己整个家庭都是应该的，就应该把整个家庭的重担给挑起来。此时小姑子有话要说。我二哥什么都不会，到他们家以后现学的那个做饭炒菜，他的那个妹妹那是结婚定亲，然后娶就是生子，全都是一马那个包办。不得不说，小姑子二哥这么多年来根本不是在照顾一个家庭，而是五个家庭。小姑子还表示，万大姐两个妹妹家里装修都是自己二哥全程包办，万大姐两个妹妹简直都不用去。有一次小姑子的哥哥和自己家里装修，本想着请二哥去设计一下，没想到万大姐竟大发雷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二哥还是背着他去的，他知道了，去了现场把图纸给撕了，把砖给砸了，是你干的吧？对此万大姐表示，小姑子家里条件好，自己的丈夫就应该先帮自己的妹妹先装修，这有什么不对的？不得不说，万大姐真是自私到极点，也从来没有尊重过自己丈夫家里的那边。但是可以得有一度，你对你们家好，拿出你们家十分之一的对我们家，我们就认可了。行，宁破十座庙，不破一座婚。我跟你哥哥有感情，你为什么从中老？原来我不是这样对你，就因为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也难怪小姑子会如此气愤，这些都是万大姐几十年来干的好事。对于小姑子说的事，万大姐也是毫不忌讳承认，还表示自己是家里的长女，下面还有四个妹妹要照顾，所以自己要承担家里的一切责任。你妹妹是妹妹，我就不是妹妹了。小姑子还表示，万大姐的妹妹在家里一待就是三年，自己二哥又要上班又要养着妹妹一家，万大姐自己却对家庭完全不闻不顾。主持人也了解到，万大姐和前夫离过两次婚，中间也又复合过，但却又离婚了，所以便上前了解这究竟怎么回事。反正我就是一直脾气不是特别好，完了就是在外边忙工作忙什么的，就是对她的忽视也比较多。她就是自私。他就是自私，就是自私，全的把他的心思全都扑在他们家上，没有别人。对于小姑子的一番话，万大姐还是觉得婆婆一家的条件都比自己家好，让小姑子二哥照顾也是理所应当的，况且是老大就应该承担家里的一切。啊，应该。你应该对你们家，你不应该对我们家吗？我今天请你来是让你来帮助来说和。你瞧瞧，你们瞧瞧，现在他平时的态度就是这样，你还想复合，你知道也没有。小姑子态度坚定，
绝对不会再让自己二哥复婚回去当奴隶的。万大姐也跟主持人表示，两次离婚都是自己先提出来的，自己每次来火了就会跟前夫打架。第一次的时候好像我们就是打架了，吵吵吵吵吵吵，完了我一生气我把结婚证给撕了。哦，您知道吗，他那脾气我二哥真是忍住了，就是他们家的奴隶。啊，是不是现在没人照顾你了，你还把我二哥叫来就是这意思，要我来使唤呀。离婚，小姑子其实说的非常对，万大姐现状就是没人照顾了，所以才想起了前夫。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前夫照顾着自己一家，现状离婚了，所有的重担都压在自己身上。第二次也是，我就觉得我真的是对不起他。刚才我小姑子说这些事情，也不怪他这么生气啊，因为他们这一家人嘛，比较宽容我，包容我。哦，只是说我呢，就是比较自私，确实是比较自私。你说我是长女，就觉得这是我的责任。万大姐还表示，当年和前夫结完婚后，直接就把妹妹户口迁到了自己家里，这还不算什么，万大姐后面还把自己二妹妹的孩子也把户口迁到了自己家里，重担全部压在了前夫身上。这个时候万大姐竟做出了惊人的举动，这究竟是什么？我万万没有想到，我把孩子带来以后我去上班，把孩子就扔给了他。你给我付出的太多了，我现在就感觉到我是在对不起他。看到万大姐深感歉意，主持人便邀请出万大姐的前夫李先生上台。一上台的李先生就把这三十多年的委屈都写在了这句话上面。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嗯，是吧。李先生还表示，万大姐的脾气特别不好，还缺心眼，火气特别大，还每次都爱动手，每次下手都特别特别狠，还把自己直接打残疾了。现在我的手指都是残的，你看看这弯的，你看、对，你看这怎么弄的呀，咬的都给咬残了。嗯，现在也不值，太狠了。不得不说万大姐是真的狠，有句话说的对，最毒妇人心，狠起来根本就没把李先生当人看，连李先生家里一家人还有李先生自己的亲生孩子都特别反对两人重新复合，再跟万大姐过下去就是没有好下场。那个让主持人说你一个三分钟吧，我说你就别说好不好，你要再说我就下，这可以吧？行。万大姐不单只自私自利，还毫无素质，喜欢抢话说。李先生本来是不打算上节目的，今天来也是想告诉万大姐，在接下来没有自己的日子里，希望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您不是挺关心他的吗？我相当关心。那您跟他复了不就完了吗？人家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因为我跟他呀，再有给他们家付出的，我确实太累了，我也该歇歇了。好好珍惜自己。对于两人的问题，嘉宾们又是怎么看的呢？一上来徐伟老师就表示，夫妻感情这方面是相爱容易相守难，还有万大姐的做法实在是太让人看不下去了。一味的汲取，不光你汲取，你的后背后还有四个人在汲取，他能不累吗？不得不说万大姐一家就是传说中的吸血鬼，这么多年来从来就没有让李先生有过一次歇的机会。徐伟老师也建议万大姐，老公永远都是在你身边最亲的人，当你能为他去分担责任照顾他感受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重新走到一起。那对于两人，涂磊老师又是怎么看的呢？三十多年，从一个青壮的小伙子到中年再到老年，把所有的青春都奉献给了女人的家人，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是无情的利用，冷漠的伤害。涂磊老师果然一针见血，一下子就说到了李先生的内心最深处。每个男人都有脆弱的一面，更别说面前的这位男人可是付出了自己的一生在照顾万大姐的一家。照顾岳父岳母，养育你的兄弟姐妹，养完了你的兄弟姐妹还要养你兄弟姐妹的妹妹，换来的是什么？把我冷漠的置之在冷冰冰的手术台上，活脱脱的一家子的吃人不吐骨头的白眼狼。涂磊老师真是骂得好，万大姐一家属实是活生生的白眼狼。涂磊老师还表示，照顾万大姐一家也没有错，但是万大姐动不动就把这个当成合约条款去威胁自己老公和婆婆一家，那就是最大的问题。你的家人是家人，别的家人也是家人，你就是一个长工，在你们家干了这么些年也有退休的时候，你就是一个长工，住了院，老板多买点东西去看看他，你们做了什么？万大姐的所作所为真是狼心狗肺，真是求求你赶紧放过面前的这位男人，让他年老的下半辈子可以好好的歇一歇。对此涂磊老师直接破口大骂，你自私冷漠枉为妻，知恩不报枉为人。说完万大姐的吸血行为，涂磊老师一转头给李先生一番建议和意见，这究竟是说了什么呢？不要太心软了，虽然说人生是一门妥协的艺术，也要看哪些妥协是值得的，哪些坚持是值得的。人生的大好时光都喂给了狼心狗肺，剩下的日子好好珍惜。
另一项中立的主持人也表示，万大姐这些年来实在是太过分了。这相处的日子里，万大姐稍微对丈夫好一点，都不会让这段感情单方面持续30多年。对此，李先生也有话要说。我们俩就从认识到现在，就我们俩就没有单独上过饭店吃过一次饭。真的不能换位思考去感受李先生，不知道他这30多年来是怎么熬过来的。接着，主持人也让李先生进入房间。那究竟万大姐是否会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惭愧呢？30年了，你对我的感情我不会忘，你对一点一滴，你对我付出太多了。我自从认识你以后，是你支撑着我，是你帮助我来照顾我们这个家，你的无私，你的奉献，我都记在心上。万大姐表示，通过这次的教训，自己也有了深深的反思，就是自己做人一定要有良心，不能过河拆桥这样去对待一个这么好的丈夫。我们这么好的一个男人，最后让我们给伤害了，我真的对不起他，他为我付出的太多太多了。但是呢，你相信我，从那感情上，我对你真的没有变过。万大姐表示，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都是因为性格所致的，自己今后一定会尽量去改，去把自己改头换脸，改变自己，希望李先生再相信一次自己。那究竟李先生是去是留呢？我们拭目以待。给他一次机会。看到这里真的太让人气愤了，李先生的留下是在场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更是不想他留下来再作践自己的。看到这一幕，涂磊老师再次坐不住了。老李啊，你就是一个长工的命啊。我就是，我还得为他们压抑。你不需要这么急的做决定，你可以离开啊，现实生活里看他的改变你再决定啊。看到涂磊老师面无表情，就知道压根就没看好过这一段感情，连主持人这么好性格的人也是这么想的。对于主持人的建议，李先生却有自己的一番解释。他就是脾气不好，脾气不好。这样吧，来，但是我知道我跟着他以后吧，还会受罪。此时此刻，李先生还在帮着万大姐说话，自己也清楚的明白，以后绝对没有好日子过的。真搞不懂李先生脑子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对于李先生的决定，主持人还是希望李先生和万大姐要和家里人商量一下。主持人也向在场的观众寻求意见，究竟要不要给李先生和万大姐一个订婚仪式？没想到观众竟摆出同样的态度。我们这样对您确实不公平，但是您那30多年对大哥太不公平了，请珍惜吧，请回。有始至终都没有人支持过李先生和万大姐复合，可以说这一切都是李先生心甘情愿的吧。就像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李先生30年来的奴隶生活今后还得继续，想想都感到悲愤。对于万大姐的所作所为和李先生的奴隶命，大家又是怎么看待的呢？可以通过下方评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